快看呀，那是蛋仔岛中的红色小飞机。嗯，只有一个，众所周知，红色小飞机只有一种颜色，就是红色啊。什么？小伙伴们，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一个彩虹飞机，那个飞机有七种颜色。哦，难道你们不好奇那个彩虹飞机长什么样子吗？快看呀，小伙伴们，蛋仔岛中的摇摇车都变成了拥有好多种颜色的摇摇车，从本来的小狗摇摇车变成了猪猪侠摇摇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小伙伴告诉我说，蛋仔派对中的小飞机只有一个。嗯？小伙伴们别再上当了，蛋仔派对真的不是一个红色小飞机啊。No！ 伙伴们，大错特错，其实蛋仔中隐藏着一个七彩小飞机。快看呀！小伙伴们，我们的火箭乐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树，在树右边，很多人都看到了有一个月亮。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在树的左边，摩天轮的方向有一个飞行蝴蝶。你们看，哦，叮叮叮，它拥有七种颜色，蛋仔也可以乘坐它。叮叮，它就是蛋仔岛中的第二个飞机。蝴蝶飞机拥有七种颜色，你们知道了吧？